你是好人，你管扶贫，就不能扶扶我吗？什么事儿？柳继飞那事儿以后，阿英一天到晚装疯卖傻。我听说了，你知道他装疯卖傻，你还不制止他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他那脾气我知道，霸道惯了，总不能离婚吧？走去你家看看吧。 说了，他告诉我呀，这老娘就是应该小儿子养，这谁要是破坏老规矩呀，他就不投死，咱们别搞这套。<笑>我婆婆都托梦告诉我了，她不怪我的，这老娘就是该小儿子养，不管他是疯了还是傻，她不要我。 艺术有变化了，我说过，你可以的。哎，他和你说什么了？说呀！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别再装疯卖傻，我受不了。我就要装。行，我不折磨你了，过两天啊，折磨死那个小子。哎呀，你这干啥呀？这是。 起来！我又不是针对你，我就是心里不舒服，我就是报复他。起来啊！那咱别闹了。行，起来。那你告诉我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 说呀！他跟我说，治你这个疯病，有三个办法。第一，带你去医院检查，如果医生说你真的疯了，那就送到精神病院，那比蹲监狱还可怕，连电椅都有，门窗都是铁栏杆。
怎么知道的？他看过我弟弟。我弟弟恐怕是出不来了。我妈，我要真的管他。那他还说什么呢？这第二点，如果医生说你没病，这样没羞耻的老婆还要他干嘛？他就替我写报告，跟你打离婚。他真这么说了？你再这样闹下去，我也不跟你过了。还有这第三点啊，更可怕，他给我写离婚报告，还要给法院送一份文件，说你明明正常，还要装疯卖傻，不孝敬婆婆，遗弃老人。这个罪名要是判下来，你得坐牢。一叔，哎，阿宁，一叔呢？你不说养羊吗？他出去借钱去了。太好了，一叔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他去哪儿借钱去了？他去哪儿借钱我不管，除非他能借到酒。黄书记，这样这样，你借我点钱，我去买瓶酒来。我已经好几天没喝酒，我买瓶酒，我爸把酒全够了。你站起来好好说话。借我点。阿宁，我跟你说，你一不学习，二不干活，一天喝三顿酒，从早到晚上，天天这样，村里哪个年轻人像你这样？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你？像你这个岁数，你爸妈应该享你的福了，可你呢，还吃他们，用他们，喝他们，你要啃老啃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爸现在都已经改了，你再不改，这辈子就完了，还不如你爸呢。我知道，一叔他心里苦，他为你着急，才出去借钱养羊。可你替他们想过没有？阿宁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哪一天你爸妈不在了，你该怎么活？辛苦了啊，跑一趟。你们村东山林场与邻村确权的事得赶紧办了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我先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我坐前面。
宝叔，宝叔，宝婶儿，宝叔，我们去村委会。车咋来这么快呢？我求求你，求求，不想离婚，我可不想等千玺，求求我，我不想离婚，更不想等千玺。辛苦二位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你们两个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养，赡养老人。我们养，那就让你婆婆搬过来住，这样方便照顾她。哎呀，不行，她太脏了。哎，你看，在家里突然住进个老人，我们怎么也得收拾出一间屋子吧？再说了，婆婆又脏又臭的，怎么也得让她自己收拾一下，换件干净的衣服吧。什么叫又脏又臭啊？不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善待老人，